哎，莫总，你觉得我们这次团建活动搞得怎么样？不错，比我们上个有意思多了。那以后我们所有的团建活动都带你啊。好啊。林泽哥哥，你后天是不是有一个投资人酒会啊？消息挺灵通的嘛。那当然啦，我刚收到一套高定礼服，正愁没机会穿呢。那你恐怕更没机会了。我有女伴了，对不起。你们先吃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什么酒后失德？我们那是真爱。就冲你熬了几夜花的这心血，我是真佩服你的真爱。可是人家七姐不认呢。你说她都对我那样了，怎么能睡醒就翻脸不认账呢？我就应该拿手机拍下来，当做呈堂证供。人家是少女心里都是诗，你是少男心里都是屎。哎呦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啊，我又不是你琪姐。大宇，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难道我就这样没戏了？戏呢都是自己唱出来的啊。这么说吧，被拒绝了没关系，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你在七姐家里室友的位置，不被赶出来就行啊。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只要他不是真正的拒绝你，你就可以用你的热情、主动、勤劳来感动他，之后的事情就可以从长计议了吗？有道理，事缓则圆。嗯，只要他没把我赶出来就成。搬要马上能搬的，要求也没什么特殊要求，一室一厅，精装修，最重要的是能立马拎包入住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必须得让他搬走，他再不搬走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。方琪，我在超市，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准备了 ABC 三种套餐，分别是炙烤羊排、红酒炖牛腩。怎么能为这种事所动呢？三种我都买了，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，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啊。莫总，我看林小姐的腿还没好，要不我送送她，你送徐总监先回去。好。林泽哥哥，酒会的事你要是改主意了，提前通知我一声啊。虽然我每天也挺忙的，行程都排得挺满的，但是你要是有事，我第一时间让给你。知道了。
走吧，徐总监。天天让我高贵高贵，我是高贵了。林子哥哥现在不照样跟别人跑了吗？不是，你腿现在都已经这样了，你非得跟去？你好好在家休养身心，养精蓄锐，改日再战也不迟啊。还不迟？他都说他有别的女伴了。我腿都这样了，跑去找他，最后连话也没说上几句。哎，亏我给你当了一晚上情感导师。是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周末团建，公司能有什么急事？周报，我周报还没写。回家也可以写。家里我觉得不太方便。许清幽，你是在躲着我吗？你就当我是叶公好龙，突然有点犯怂，行不行？怎么，跟我在一起很有压力吗？其实也不严重。喂。要你命三千。啊？方记找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要你命三千？三千这种一级警戒，我记得你上次说的时候，还是跟你前夫离婚的时候呢。哎，让我喘一会儿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说不出口，说不出口。喝点，喝点你。我不喝了，喝酒不好，喝酒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你失足了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开玩笑呢，我怎么能失足呢？我就是想从今天开始我戒酒了，咱们那个化悲痛为食欲，来两碗冷面得了。徐总监不会是想赖账吧？老板，冷面不行。冷面怎么了？冷面太凉了，伤胃。你不是说吃凉的对胃不好吗？吃进胃里不就不凉了吗？徐总监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方琦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给你煲了汤，等你哦。今天晚上去你家睡一晚吧。我还正想说，好久没去你那儿了呢。要不我们2.5对酒，对枪，对二。
王炸。我出错了，我等一下，我毁一下嘛。不同意，没门。送你一首歌曲。女人何必为难女人 ？Sorry， 我是男的。啊，张嘴。还好这可以过夜，并且长大真好，不回家可以不用请家长。对呀、啊，只是出来放松一下，肯定不是因为有什么心事。肯定也不会是因为做了什么惊悚的事儿。嗯，也不会是因为什么棘手的问题。你有多惊悚？特别惊悚。你有多棘手啊？相当棘手。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你有可能接受不了的事儿，你还会跟我好吗？你是要跟我抢工作还是抢男人？说的好像你有男人给我抢似的。那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一件自己也打自己脸的事儿，你会嘲笑我吗？你是不是跟莫冷面有什么进展啊？说说呗。能有什么进展？没进展。那你就再接再厉，一会儿我再教你两招。不用了，您老人家那些办法不适合我。父亲，干嘛呀？这么会打退堂鼓？那倒也不是，我也没那机会啊。什么呀？你说成年人的感情世界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，对吧？当然应该谨慎了，这叫自保。嗯，所以你知我知低调行事，这是成年人约定俗成的事儿，对吧？话虽然这么讲，但是呢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遭遇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坚持。我觉得吧，爱情这个东西就是相互了解，再加上相互理解，你觉得呢？嗯，理解万岁。再来一句，这个别贴了。为啥不贴了？你刚刚有六个，我就俩。我脑子不好使，记不住了。快点吧，愿赌服输啊，要不然输的是水果。来洗吧，我不会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呀。唉，也该回家了。但是，要不然太过分了吧？算了，各回各家吧，走了。嗯。要你命三千。不是要回工作邮件吗？看我干什么？嗯，正在回啊。别装了，吃饭吧。谢谢。工作、朋友、徐总监都披肝沥胆，那请问我们的事，你什么时候能讲清楚啊？我不是后悔了，也不是不愿意公开，我只是不想骗你，因为我们在一起真的挺不容易的，
而且工作关系又比较敏感，所以想小心翼翼好好保护。我特别害怕一旦公开了，万一见光死。见光死？你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对你自己没信心？我当然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了。之前十年，我一直以为我在感情上处理得很好，可结果呢？你也都看到了。我第一次碰到你这种 hard 的模式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将这段感情经营好，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许清幽，我不要你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，我肯定也不会像他一样。那请问你要多久才能习惯我这个模式啊？总得给我一个期限吧。三个月，给我三个月时间，我会努力的。三个月。不公开可以。真的？怎么补偿我？补偿。我知道了，跟我走。我邮件还没回呢。周末回什么邮件啊？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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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什么？走。谁的？你的。换上。这。换上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怎么样？不好看啊。一般。一般。一般什么意思啊？一般就是凑合。哦，凑合。好。我已经把酒会的时间地点发到你的手机上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没有答应你我会去吧。那刚才是谁说自己会补偿我的？是我。但是我后悔了，行了吧？不行。什么声儿？走吧，吃饭去。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们俩再住在一块儿不方便。但是你答应我的，不能反悔啊。我当时答应你呢，是因为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，发现了问题要及时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给我租的那房子房租也太高了，我现在刚刚工作，我也付不起啊。这你不用担心，房租的问题我来解决，这钱呢你什么时候还都行。走吧，我来帮你。我还有好多快递没拿。到了我带给你。我还没跟我姐说呢。我告诉她呀。哎，那在你自我死之前，再完成我最后一个愿望吧。哎，就我想走之前再给你做最后一餐饭。就古代牢笼里临死之人。不都有一餐断头饭吗？行行行行，去
去。开始吧，要不就不买了吧。刚说好了，赶紧吃穿就走。哎，你发现家里最近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啊。我喜欢你。那天你喝多了，我说的话你可能不记得了。那我今天就再认真的说一次。放心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第一次在向日葵花田，你穿着白色裙子奔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结婚的那一天是我最黑暗的一天，你离婚的那一天是我最难过的一天。因为我看到你一个人在大哭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。方琪，我真的是很认真的，我并不觉得那一个吻是在开玩笑。我真的很想一辈子守护你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想听我说吗？首先，我离婚那天我并没有大哭，我还很高兴地点了日料。你看到我哭，可能是因为我芥末放多了。其次，别再跟我提什么向日葵花田了。实际上我花粉过敏，从小到大我就去过一次向日葵花田，还是因为他们恶作剧把钥匙给我扔里边了。最后，许巍，我想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死要面子、自尊心很强的女人。如果我发现对方有一丁点不喜欢我，我就会给这段感情判一个死刑。从刚才你对我的描述当中，我些许能感受到，你对我的形象有一些美化。也许你喜欢的只是你想象中的方琪。不是啊，我这么了解你，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。我劝你安安心心的做一个弟弟，这样我们的关系才会更长久。那可是那天的事儿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，是我喝多了，我酒后失德。如果你需要一个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不要道歉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吗？许巍，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给你租的房子在市中心，离你的画室很近，上班也方便。租房子的钱呢，你也不用担心了，不用你还。你不用破费了，我自己找。自己找？你要住哪儿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随便你住哪儿，赶紧吃吧。
就不送了。喂，我给你做了很多饭，分成了三个饭盒放在冰箱上层了，这样你就可以吃三天，再多就不新鲜了。哦，知道了。吃点吧，吃吃吃！你们都胖成什么样了？我不吃，我减肥。哎呀，你不用减肥。你这么瘦了还要减肥？莫总好。哎，莫总怎么今天来公司了？莫总，请。肯定是来找柴总的嘛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了，莫总好像拿下泰康生物的投资了。就是那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泰康。嗯。那可是龙头企业。厉害呀！对呀，这个案子好多大佬都眼红着呢。没想到莫总一个人干掉了那么多的老牌公司，太厉害了。哎，像莫总这样的男人，你说事业有成就算了吧，关键还长得那么帅，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男人。你呀，你别做梦了吧，莫总的女朋友怎么着也得是。是青瑶小公主那样的吧，是吧？我看未必。你们男生不都喜欢那种脑袋空空的花瓶吗？你这样的也不一定吧。我觉得独当一面的女强人跟莫总也很配啊，强强联手，珠联璧合，是吧青瑶姐？啊，男人嘛，长得这么好看，条件这么好，还单身，肯定是在等谁。肯定是眼光太高了，谁都看不上呗。嗯，有道理。我等凡人。徐总监，说好努力练习哈的模式，别迟到。哎，吃东西吧。嗯。哎，青瑶姐，你看到这个了吗？他入职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参加。哎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哎，我们也看看。什么呀？啥东西啊？这个。你们想试试吗？没有，没我事儿。你们觉得我还有机会吗？你想试啊？我看你费点劲。你拉走吧。说的也是，有秦欧姐这样的精英在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当咸鱼吧。当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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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记得翻个身啊。哪儿都有你。有件事情没想好。竞聘的事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投资人有关注客户公司人事变动的职责。嗯，我都忘了，你是我们公司的大金主。怎么，徐总监怕了？不是怕了，就是没想好。为什么想竞聘啊？我从大学毕业就到了乐蜜，一路陪乐蜜到了现在。我跟乐蜜的感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的，我
我想为乐蜜做更多事，我也希望能证明我自己值得被信任。无论做什么决定，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负责。决定了？嗯，早就想好了，不过要谢谢你给了我信心。谢可是要有诚意的。那这顿饭我请吧。你等下再给我看看有什么其他的款式，我再挑挑。水中游弋，心情一片点。